跟你报告哈、哎，我在彰化中学是标枪乒乓球800公尺、1600公尺、3000公尺的校队，有点类似。哎，对哈，我跟你讲，我跑马拉松跑11年，都跑全马的。哇，这么厉害！我跑全马了，我那时候跑没有跑过选择一次半马的。哦，真的、哦？都是全马的。我怪你中气就好，你差不多68有啊嘛。哦，你有啊？不准不准。哎呀、啊，因为你中气就好呀、啊。中学我跟你讲，我主要我一跑马拉松跑了11年，又打球打了10年。哦，高尔夫球嘛哈？不是，一种那个投篮不一样啊。我还没开机的。你68岁还没有射物线肥大的问题哦？完全没有。哇，那你表示你运动真的够，而且你哈、哦，你生活去大陆并没有找小三小四，没有过度使用。但是我是找固定的。对，固定是对的啊。我找固定。而且次数。